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大火，延烧19小时爆炸频传，爆炸声甚至能传到10公里外。当地消防出动大批人力，却在进入火场就发生闪爆，造成4名消防员殉职，令人悲痛。现场大火猛烈的情况，宛如台剧《火神的眼泪》场景。在剧中饰演消防员的陈廷妮，看到新闻后也难过发文，在自己的限动发出 RIP， 难过的心情很难用言语表达。辛苦了学长们，任务结束了。短短几句话让人鼻酸。陈廷妮在演完《火神的眼泪》后，还特地接受初级救护技术员混成式教育训练，并且考取 EMT1 救护执照。当时有位学长感谢他，甚至表示台北又多了一张能够救人的执照，让他十分感触。警消和医护人员都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平凡人，而我们更习惯称呼他们为英雄。